姐都，你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，是刺在他心里永远的一根刺。你很奇怪，你想要去睡客房，我想要去我女儿的月看月生气。我支持你。佩姐，有些话我很早很早就想对你说。都5年了耶，你去谈场恋爱吧，你不会再碰到像师兄那样的人。 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TVBS 观众台《爱情公寓》。